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上节课呢，我们了解了一下 session 的应用，对吧？对。其实 session 的应用非常的简单，只要我们开启绘画，对吧？对。然后使用 session 那个超全局数组，WFF 下划线 session， 我们就可以怎么呢？通过这个变量来在各个访问 PHP 脚本中跟踪这个用户的数据，是不是这样的？对。那 session 四大作用能不能知道？开启一下，向客户端放置一个什么？session ID， 对吧？在服务器端建一个跟 session ID 这个名称同名的，或者是包含这个名称的一个文件，来保存 session 信息。这样的话，你往 session 数组里边放一个信息，它就往它对应的文件里边放一个信息，对，是不是这样的？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看一下 session 的一些配置选项，让我们能更全面的了解一下 session， 好吧？好，那看一下。我们在学 session 的时候，咱们学过是使用什么？是使用它这个超全局数组往里保存数据的。是不是这些啊？其实呢，最开始不是这样的，最开始咱们使用的是这个。我们把手册打开，我们来找一下 session 的函数在哪儿。咱们没用过它太多的函数，咱们只在这块用了一个函数，看到了吗？ session 名，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的 session 的函数在哪儿呢？我们打开函数参考，这里边是不是有 session 的扩展呢？大家看到没？ session 的扩展，对不对？ session 的扩展里边有一个什么？ session， 对吧？我们找一下 session 函数，看有这么多函数咱们还没用到呢，对不对？但是这么多函数有基本上有一多半的函数都已经过期了，也就是咱们官方建议废弃的函数。比如说最早我们是使用 session， 用户有一个变量想放到自己的绘画中，自己的 session 里，对不对？他用的是这个，看到了吗？一个 session 的注册的函数啊，什么变量名啊，什么值啊之类的，这么去放的，对不对？而不用超全局数组。而有了超全局数组呢，更方便，就不用这种函数了，听懂吗？然后呢，这块是有注册，那咱们也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看到了吧？这里边都能用。你看还有什么？这个就删除里边呗，变量里边的东西，对不对？对，咱们现在用数组清空就可以了，对不对？嗯。所以这些都是废弃掉的。但是有一些函数，咱们这里边我给大家指几个是咱们必须用到的。一个就是什么？这个，session star， 肯定咱们用到了吧？前面咱是用过这个。用过。session 名，咱们偶尔也会用，对吧？然后 session ID， 还有 session detail 销毁，通常用的就这么一些。最主要的，咱们后边会讲一个重点，这个设置保存的处理方式，这个函数是一个重点，但是不是这几个咱们要说的。那这几个这么多函数，咱们呢，像 session 开启、销毁、名字当中用过了，对不对？还有一个 session ID 是不是咱没用过呀？对不对？咱一直也没见过 session ID 长什么样，对不对？那咱就见识一下 session ID 是长什么样的。所以我们这块写 session 名，连接一个等号，然后再连接一个 session session ID， 然后我再连接一个换行，看到了吗？我就要 session 名，这获取 session 名字，对不对？这获取 session ID。 那我们不光是这个，我们加上这条语句，我们在这个里边代码里边，我们也把它换到这儿来，看到了吗？我们在这个里边，当然我们同样把这个这个再见就不用了，我就在两个里边咱们就能证实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在这儿访问一下 localhost1.php， 你看是不是 session 名就是这个固定的 PHP SES ID， 然后看到这个
记住这里边几个字母，咱就知道变化了什么呢 ？LEV66 看到了吗？对吧？那咱跑到 to 页面，也就是换了一个页面 ，to.php， 再换一个页面的时候，想想换一个页面的时候该怎么了？是不是得同一个 session ID 啊？嗯，这样才能跟着我的用户，对不对？嗯，如果你来访问 session ID， 你那个 ID 跟我这是不一样的，嗯，听懂吗？所以呢，访问 to 的时候，你看还是同一个 session ID。对不对？说明找的是不是同一个文件？嗯，对不对？在这同一个session文件里存的变量，是不是就那个用户的变量？嗯，对不对？所以session ID 是不变的，听懂吗？嗯，那咱们介绍了这个函数。那最主要，咱这节课讲的是什么？跟session有关的配置选项，对不对？对。那咱看一下配置文件里提供了哪些配置选项。如果你想集体看一下某一个知识点的配置选项，你可以做一个 php:info。php:info.php 对吧，嗯，里边咱们做一个打开 php:info 这样的一个函数，来我们访问一下 php:info.php， 看一下我们找到 session，Ctrl+F 搜索一下 session， 看到了吗？嗯，这些就是跟 session 有关的选项啊，你看是不是很多呀，都是 session 开始的什么的，对不对？有这么多选项，对吧？所以你想看某一个模块的配置选项的话，你就在 php info 里去看，就能看到所有的跟它有关的，对不对？那我们必须都得会吗？不一定，但是常用的一些你必须，对，你必须得知道，对吧？那这些选项，那这些对应配置文件在哪儿呢？那我们再把什么我们的配置文件打开php.ii 打开，对不对？嗯，我们在这里边搜索一下 Ctrl+F session session 搜索，对，向上一下，看到了吗？嗯，看到这个中括号的区域，这就是 session 的区域，从这往下边就都是它的配置文件，跟 php info 里边基本上是对应的。所以呢，我们只要知道哪些是干嘛的，有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只要一改，然后重启阿帕奇，是不是就可以了？嗯，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重要的几项都是干嘛的？咱这里说一下啊，还是咱们看 PHP info 吧，对不对？先看这里边的第一个 ，all to start 什么意思啊？自动开启。对，什么叫自动开启呢？session 咱们在每个脚本想用绘画是不是都有一个 session start 啊，嗯，每个脚本都写，对不对？对。那么我们如果在配置文件里边把这个它现在是值是0，把值改成1，是不是就自动开启了？哦，那每个脚本如果你都用绘画的话，每个脚本都自动开启，你在每个页面都不需要写 session start 了。哦，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方便了，对不对？啊，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不要用。为什么不要用？对吧？因为有一些，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再写面向对象的程序啊？对，对不对？那有一些类的一些初始化的一些设置，嗯，知道吗？它都必须得在绘画开启之前完成。而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开启绘画了，那些类的初始化设置什么的就完成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将一个对象通过绘画在一个脚本传到另外一个脚本，它是传不过去的，听懂吗？所以这个功能虽然系统提供了，你只要知道有就行了。面试或者谁问你，你知道有这个选项，对不对？或者有个别系统不用对象的形式的话，它开启了，你知道就行。但是我不建议你去用，听懂吗？那他说，那每个页面写session start多麻烦呢？有没有解决方法呢？有解决方法，怎么个解决方法呢？咱们在写项目的时候，通常都是包含主配置文件之类的，对不对？嗯，我们在主配置文件里边或者主初始化文件里边写一条，其他文件是不是都包含的？那也都是开启的，所以不算麻烦事儿，听懂吗？嗯，那这个选项怎么开启？你只要在配置文件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个 PHP， 你看 all to start 这是0吧，嗯，改成1就可以了。嗯，然后从加阿帕奇就可以做到了，每个脚本都不用写session start了，很简单，我就被大家做实验了。嗯，那咱再往下看，除了这个选项，那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选项呢？你看，看一下这里边这么多跟 cookie 有关的，嗯，看到了吗？看到了。
这么多根枯根，一、两、三、四、五，对吧？那为啥 session 要跟 cook 有关？咱们说了，还记不记得 session start 的时候，咱们说了，在第一次访 session start 的时候，他干了俩活， 对不对？一个是向客户端发送一个什么 session ID， 那 session ID 的形式就是刚才咱看到的 session 名和 session 值保存到客户端，对不对？对。对吧？那他平时往客户端 cookie 里边保存东西的时候，咱使用的可是这个函数，什么？对 ，set cookie 使用这个函数，对不对？嗯。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函数也有这个作用，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函数能做到的，那我们这个函数也能做到，听懂吗？那只不过它的参数不像这个参数这么多。所以呢，它需要如果做成跟它一样的效果的话，那它是通过配置文件配置的。所以它这里边有几个参数选项，配置文件使用这个的时候，它具有几项。所以我们就先看一下 set cookie 这个函数，它有多少个参数，咱们来了解一下。所以这样 set cookie， 看一下有没有 session 名，不是有那么有 cookie 的时候有变量名、变量值、过期时间。路径，你访问服务器的域名，对不对？嗯。安全模式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东西？嗯。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往客户端保存的时候 ，session 这个变量名是不是就 session 名字？嗯。对不对 ？session 名字是哪设置的？是不是配置文件里边？你看 PHP 里边专门有一个设置 session 名的，就这个 session name。嗯。刚才咱们用 session name 那个函数，是不是也把那名字获取到了？对。名字有了，那值呢？是不是就 session ID？ 嗯，对不对？咱们用函数是不是也获取到了？嗯，对吧？然后这个过期时间，那过期时间就是哪儿啊？看一下，我们这个过期时间，你看这里边 cookie 的，对，生存时间零代表什么呢？代表浏览器一关闭，然后它就结束，明白这意思吧？啊、嗯，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都是跟 cookie 选项，还有路径 pass。你看这边写个斜杠什么意思啊？从你这个网站的根目录开始，所有的你访问的任意页面 session ID 都绑到 cookie 里边，听懂吗？它这样既然指定根了，而咱们平时在写 set cookie 的时候，咱们很少使用第三个参、第四个参数，对不对？但是这个使用了这个参数，所以你在清除 cookie 的 session， 就是那个清除 session 的 ID 的时候，在 cookie 保存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咱前面写销毁的那时候？记得。是不是第四个参数一定要加个斜线？斜线。因为这是加了。哦。明白这意思吗？明白。啊、嗯，那其他的咱也是不常用的了，咱就不用说了。嗯、总之 ，set cookie 那里边有几个函数，这里边都可以设置。比如说像这个域啊，对不对、嗯？像这个安全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可以设置啊？是。对吧？只不过咱不常用，咱就不用多说了。嗯。那还有一个什么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咱们比较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是 session 名，咱们配置的是这个，刚才你看到了，你可以改，对不对？嗯。但是没有必要是不用改的。这里边有一个就是 session 的保存路径，嗯，这也是咱们对对经常用到的，对，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你看 session 的保存路径在哪儿呢？我们把配置文件打开，默认这里边就是这个选项，对吧？在 C 盘 问过 TMP， 我可以给它改成任何目录。嗯。对吧？只要这个目录 PHP 写的全就行。对，你可以随便在这块写，不管 Linux 还是 Windows， 改你想要的路径就行了。但路径必须有写的权限。嗯、那我们找一下这个路径是不是当前下边的 session 文件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找不是这个，我们找一下。对，上一级目录 Web 下边临时文件夹上，你看这里边存的是不是 session 的文件？对，完全可以把它清除掉。嗯，哎 ，Ctrl A， 点列删除。你看，说没有了？嗯，这都是临时的文件删除了，也就是有一个用户登录，这块就建一个文件。对，对吧？比如说，妹子现在大家先访问一下。嗯。那，比如说，妹子你先访问一下，我看这里边，你看，妹子刚才访问的，这是你的，他会给你 cookie 里边给你保存一个这个 ID。嗯。对吧？然后在我这儿保存一下你这份文件。这里边记录的就是你的信息，你的变量信息，对吧？看一下，我再访问一下，我再看一个页面。test.php 1.php
这块这是我的 ID LEV66 对不对、嗯、有浏览器没关，这个 ID 还在对不对？对，你看这俩 ID 一样吗？前面的 SESS 相信是前缀、嗯、对吧，这是前缀，你看我这是 LEV66、嗯、这个是我的文件，里边保存是我的信息，如果你也访问，那这块也会保存你的文件对吧，那有100万个人访问，这里边会有100万个文件，对，保存每个人的信息的就是这个session文件、嗯、对吧，那保存的信息格是什么样的呢？你看一下我们往session数组是不是存这么多信息，用户名妹子，年龄18，性别女对不对、嗯、还有他的联系方式 email 邮箱和电话，嗯，是不是这些信息、嗯、那我们你看我再往这里保存一下信息，你会看到这里边的信息，你看啊，哇，我这里边再存一个下划线 SESSION， 我存一个比较另类的变量，比如说一行 A 值是一行 B， 就主要看这里边有没有对吧、嗯、你看好我这个文件，刚才知道大概了解我的 ID 了吧，嗯，现在我只要刷新一下，哦，我这个文件开太多了，session， 哦，这块多了一个字母，对不对？我这块好像这个文件放过来，好吧？好，我们刷新一下，刚才这块删掉了，对吧？你看，是不是还是我的 ID？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边还是这个文件，对吧？我们打开，是不是多了一个这个值？对吧，这是一种什么格式呢？这里边是一种什么，它自己的一个算法的格式，但是这里边看上去还是明文的，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别人攻到你session服务器了、嗯、对吧，他通过session文件能获取用户的信息，保存每个用户的，所以这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咱们在做真实的大项目的时候，这里边数据咱们要做一些加密的一些安全的一些处理才可以，对吧、嗯、但是咱们一些小项目是没有必要那么去做的啊，嗯，这就是session的文件，对吧，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刚才咱们看到有一个值就是什么呢，这里边还记着这个 cookie， 刚才找一下 cookie 的生存时间吗，这点很重要的 cookie 的这个对不对，零怎么直到浏览器 restart 是不是重启啊，嗯，也就是浏览器我现在不重启，我一直是这个 ID， 那客户端保存 cookie 的时间，也就是现在在我客户端是保存 cookie， 你那是保存对不对、嗯、我现在关掉浏览器，那我客户端的 cookie 就过期了，对吧，那客户端 cookie 过期了，我还会拿着我的 cookie 过去吗，就不，就是这个session ID 过去吗，不会不会，那我怎么办，对，我再开一次浏览器的时候怎么了，对，开一个浏览器的时候，我再访问这网站的时候，就会重新给我分配一个 session ID，重新分配一个 session ID， 那么我们在服务器上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跟原来你刚才关闭之前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 Localhost 万件 PRP 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文件夹下是不是只有两个啊，对吧，我们 Localhost 万件 PRP 回车，你看是不是不是什么 LEV 什么666那个的，对不对，变成 53IU 这个，然后呢我们看是不是这边又多一个，嗯，跟我们那个 session ID 是不一样，那这里边保存信息是不是又一个了，对对吧，对，那我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改变呢，这时间可不可以改变，可 以那我们就设置一下这个时间，咱们就简单改几个值，哪去了，上边这块，对不对、嗯、比如说我改成三一百秒，或者是30秒吧，300秒吧，你可以设置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嗯、那300秒的浏览器应该能开启，我们来看一下，改完之后我们得干嘛呀，是不是得重启一下阿帕奇啊，阿帕奇服务 restart， 对吧，我现在关闭掉，看一下我重新演示这个过程，我们在刚才演示的过程是，只要我重新关闭掉 ID 是不是就换了，对不对，你看这是172对不对，那我现在记住这个值，关闭掉，我现在再
不浏览器关掉看一下，对，客户端保存现在是三百秒，对不对？我在300秒之内我再重启一下这个 Localhost 1.php 回车，是不还是172？不像前边保存零那样，我关了之后浏览器关掉，session ID 在客户端库位中就过期了，对不对？对，它会保存300秒。那这样的话，假如你保持一天，用户只要一天开浏览器，都会拿这个session ID 到服务器端找自己原来的文件，对不对？所以呢，你想做一些像用户登录时候保持一周啊或者什么时间，其实改的就是这个值就可以做到，对吧？嗯啊，至于其他的选项，咱们后边的一些课程的时候咱们会介绍。这节课咱们就了解一些常见的几个必须知道的，听懂吗？好，谢谢大家，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再见，拜拜。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总结能力非常差，胡乱学习，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为此，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为你答疑解惑。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出来一个高大威武、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点击关注，我就会天天骚扰你。